后带我来这个地方玩的啊。这个地方就是清明上河园，这个就是进口的啊。等一下我们要进出了，今天呢带大家跟我一起进出看看这个清明上河园在壮州啊。这个美女呢是出给我们买票了啊，她回来了。这两张是我和我老公，我们五个人一起出的。这个领导还有这个我老公的同事两个。走，从这里进出的。从这里走。这个呢就是在这里玩的这个线路图呢啊，很大的。太漂亮了。这里边很漂亮的。跟我们要去看一下他们养猪的，声音太大了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，我也没见过。我的小朋友，我的小孩，他也不害怕的，声音很大也不怕。人很多的在这里。你率兵占我城池，杀我百姓，掠夺财物。我们看一下啊，看看他们养猪。想劝我投降，痴心妄想，即使为我奋进。在这里租衣服的，我也要穿一趟。那个衣服不是免费的，买票那个人说衣服是免费，可是这里不是，他说是在后面那个门才是免费的，要去找一下衣服穿。来到这里之后，很多人都是穿这个衣服，我也想穿了。
个气功跟我的留言。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灯笼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。这个他们说是叫磨坊，大家想看一下。我想回家，我给他等你吧。那是磨坊。看一下这边。这个地方就是好几百年了，看的样子很老。他就能说。